我叫兜兜，是杰瑞的同桌。最近玩游戏总是被杰瑞害死，都不想跟他玩了。不过他说今天一定能成功。好吧，那我就再相信他一次。杰瑞哥哥，我们今天就不上悬崖了吧？不上不上，今天我们去阴人，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走，开车带你去。就是这了，兜兜，那上面是可以隐藏的。嗯，可我们怎么上去呢？这个需要一辆吉普车，我们去找车吧。好，吉普车不太好找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嗯，我去右边，你去左边。好的，你小心一点，兜兜，你那边有轰炸区。没事，轰炸区才舍不得炸我这个小可爱呢。嘿嘿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小轿车不行是吧？我这有辆小轿车。不行，小轿车太矮了。嗯，哇，别吓人啊，不会炸的。哎呀，杰瑞哥哥快来救我，我被炸倒了。啊，不是不会炸小可爱的吗？别贫了，快来救我。嗯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这有个挂机的，我先打死他。哎呀，快来救我，等会来不及了。好好好，来了来了，放心吧，我的车技可是一流的，绝对赶得上。你怎么死了？我操，这也能死？游戏 bug 了。我叫兜兜，是杰瑞的同桌，今天又被害死了，不救就不救嘛，还说什么游戏 bug。 哼，你们说我还能相信他吗？